王小明与 Angelababy 离婚后传出跟网红叶珂热恋的消息，去年叶珂举行生日派对时晒出了一系列美照，劈眼间的网友发现生日贺卡上疑似出现了黄晓明的名字缩写，没想到前阵子黄晓明又被拍到跟女星赵世锦到酒吧玩乐，疑似换了新对象。不过日前狗仔之机，黄晓明与叶珂一起出国，期间黄晓明的助理还帮女方推行李保管证件，动作看起来相当熟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黄晓明与叶珂抵达机场后似乎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分开行动，直到准备安检时才合体。从狗仔曝光的画面中可以看见叶珂戴着黑色口罩，黄晓明更加码戴上帽子墨镜，全副武装却还是被认出。网友们对于这段恋情一直不看好，甚至对黄晓明开酸，认为他就爱这种网红脸，品味可说是始终如一啊。Bye.